有了画画呀，哦，帮两边加油 ，OK 了。这一棒打成了一个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哇、哦，打得蛮深远的，要形成了一个安打了。二垒上炮者这时候绕过三垒要回来，打者这时候也上二垒。所以刚才杨老师有提到这一局啊，这陈敬杰的球似乎稍微有稍微高一点的一个状况，哇、哦，这一球被全豪俊呢打得相当的结实啊，是一支二垒安打，带有一分打点。现在在中华队的部分呢，也赶快叫出了暂停，来看一下这个球的进垒点。对，徐贵管。嗯，这是这场比赛的韩国队的第一支安打，而且现在是还没有人出局哦，不但追回了一分，而且全浩俊呢还再度的上二垒。来看一下这个球高度，哇，确实是进垒点太高了。